梗係會做其他嘢啦，好似睇電視啊，睇電視之後有時會傾下偈咯。通常我都係一條友自己食噶，太夜翻啊，佢哋好早食噶。都好耐冇完整一家人坐低食过饭。母亲节啊，前几日一家人一起食饭真的很重要噶，尤其仔仔而家啱啱考完试，准备放暑假，所以我就带佢哋一起嚟食自助餐咯。呢个环境舒适，地方又阔落，而且仲有齐晒我哋一家人中意食嘅菜式，真系好啱一家大细嚟啊！我哋仲可以落楼下 Center Street Bar 一齐睇波，玩下足球机，仲可以食到唔同国家嘅地道小食，真系好似一家人去咗一次小旅行咁啊 ！Cheers！ 哇，你都有几多嘢食？我哋有黑毛猪火腿拼盘、德国咸猪手、炸鱼薯条同埋热狗，你最中意食边个？梗系薯条啦！我就梗系食炸鱼啦，你睇下叉到几脆恶咯！啲薯条都好食啊！同爸爸妈妈一起吃这么多，开不开心啊？真开心啊，因为我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啊。我的天。